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发言。那么我们现在停止第34条这个发言的登记。首先我们请徐委员有名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知道很多人对时代力量有很多的意见。我可以发言吗？主席，这时间可不可以暂停？这个陈雄文当时 我记得我们进立法院的时候，那时候劳动部部长叫陈雄文，不是郭芳玉。陈雄文那时候提出砍七日假的劳基法施行细则修正，各位，这不是我前面讲选举的时候拿出来的承诺，这是我们进立法院，我们已经变成立委了。我在立法院，我在台大的学长，我在立法院，我尊敬的同事，那时候怎么说？不予备查砍七日假之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民党党团是支持的。我们觉得对劳工本应有的假，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那时候陈雄文呛说：“啊，你们都不尊敬蒋介石，为什么蒋介石的日子你要放假？”我尊敬的同仁讲，我到现在还是支持他的立场。他说放假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对于劳动部提出的意识形态的说法，包括这个假是某某人的纪念日，都不认同这个人了，为什么还要放假？本席觉得用这样意识形态的方式隐藏在背后，是在替资方说话。我们深感遗憾，名称可以讨论，放假缘由可以调整，但是劳工应该有的19天，这是我们已经变成立委的时候讲的话，不是候选人，不是在那边签署，就应该还给劳工。2016年4月8号院会，4月8号，现在才几月？半年前，我们给劳工的承诺，就算是蒋介石的纪念日，也应该放。重点不是意识形态，重点这是劳工的假。半年前我们的承诺，我们没有能力啊，我们只有5个委员啊，我们有能力去把这个备查弄掉。我不相信这是作秀讲的话，我不相信这是为了表演，我相信我们当时是诚心正义的想，劳工应该有这些假，台湾的劳工值得这19天。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黄委员郭昌。34条的修正，让本来适当休息时间这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能够随着条文具体的明确化，最少要有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而获得落实，那也让台湾最起码在工作连续休息时间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赶上欧盟他们早就已经建立的法则。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条文，我们也知道在现实上一下马上要实施或许有困难，那因此各个党团呢，大家都答应，也就是说施行日期啊由行政院定之。那不过我要说明的事情啊，是在整个准备的时间上面，在委员会的时候也过了一个附带的决议，那这个施行的日期啊不可以超过一年，那也就是在一年的时间当中必须要有积极的准备。那这个是这个条文在委员会讨论审议的时候实际上面进行的经过。那第二个部分啊，是上一次在委员会党团协商的时候，有交通部的同仁啊说他出门的时候就德国的工作时间法赶快查了一下，他发现说德国的工作时间法已经从11个小时缩短成10个小时，那以这个为理由想要在委员会的协商的时候翻盘。那这个时候啊，交通部的那个同仁啊，他所提出来的条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啊，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说德国的工作时间法什么时候又倒退了，去修11个小时变成10个小时。实际上面啊，我们去看德文的条文，那党部党团的同仁再度的确认以后，德国的工作时间法没有更动，还是11个小时。德国的工作时间法没有更动，还是11个小时。我们觉得很困惑，说，当初行政部门派来协商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想？结果我们才发现说，原来他是用 Chrome Browser 直接进行翻译，翻出来的条文就是他所声称的10个小时。那这件事情啊，所代表的是说，在我们整个立法审议的过程当中，行政部门它本身准备之不足，资讯掌握之落差，那导致好，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好，主席、各位委员，首先哈，在陈述我的意见之前呢，我要谢谢卢秀燕委员哈，今天在台上哈，民进党的王定宇委员哈，掐着我脖子要把我推下台哈，还好有他保护我，英雄救美了，多谢了哈。好，宪法第15条规定了哈，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劳基法第1条也写得很清楚了，是规范劳动条件最低的标准，保障劳工的权益，加强劳雇的关系，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才制定的。也是说呢，雇主与劳工所定的劳动条件不见得比劳基法低，是规范劳雇之间的根本大法。我们回头来审视一下蔡英文总统他在竞选总统期间所提出的劳工政见，第一条就是我们要真正来落实周休2日，其次就是我们要严厉提高这个加班费的计算的标准呢。可惜这我们民进党执政之后呢，却没有兑现选举前的对劳工的承诺，硬推是有重大争议的这个一例一休了哈。那通过之后，我想我们劳工的7天假，等一下也会讨论，可能就没有了啦。而事实上，我们在这次党团协商的时候，一直在提醒，好，协商的过程就是协商，其实是一个艺术了，也要倾听民意了哈，不是只是硬推一些东西了哈。啊，你如果要砍7天假，但是你又推一例一休，7天假
七八五十六，五十六个小时，我们其实在整个立法过程是希望能够缩减工时，减少这个过劳的劳工。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反而是增加了工时，怎么会让我们的劳工朋友有办法可以脱离这样子过劳的宿命呢？所以本席在这边强调了，我们的那个在此也呼吁了，我们的民进党的委员好好的倾听民意了，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民进党党团呢要开放，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投票了，然后让我们的劳工朋友他们的声音呢能够被听见。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蒋委员万安。主席，第三十四条基本上，国民党团是没有意见。这一条就是在规范目前实务上护理人员花花班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次的修法条文里面，至少应该让这些劳工朋友有连续十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一条的利益是非常的好。那从这一条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进行劳基法相关的修法，就是要解决工时长过劳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不管是三十四条，以及等一下三十六条其他的条文，都是要让台湾摆脱过劳之岛的问题。但是等一下三十七条，民进党团执意要将七天的国定假日给删除，而这七天国定假日第三十七条，在劳基法的规定，竟然是去适用内政部的一个行政命令，竟然去适用一个位阶较低的一个实施办法，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而根据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条、一百七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没有在两年内施行公布后，两年内没有法律明确的授权，会失其效力。所以这个问题并不能说，因为公务人员依照这个实施办法已经放假这么久，而让劳工朋友依据劳基法去适用这样一个位阶较低的实施办法，就要把七天假砍掉。我想这个问题是在法律体制上面是极大的争议。另外，既然这次劳基法修法就是要改善工时长过劳的问题， OECD 的调查已经指出，让工时缩短，每减少一个小时，劳工朋友可以提供贡献的 GDP 是增加的。所以今天砍了七天假，我们也一再强调，会影响最深远的是这些年轻人、部分工时、打工族，但是一直没有任何解决方法是由民进党团甚至是劳动部提出，完全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配套，就要执意删除七天假，而且适用于位阶更低的一个实施办法，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就要在今天强行表决来通过。身为好，谢谢蒋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建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把话讲清楚。现在三四条，没有人有意见哈，但是他必须有配套了，有日时条款。徐永明委员一开始到目前为止，一下点名黄伟哲，一下点名谁？你大可点名我，我们是全党一致的。我告诉各位，
立法不是在计件的，要看案整个法案整个配套的。这个七天假的问题，在陈建文时代、国民党时代的时候，为了双周八十四小时改为单周四十小时，于是就多了13天出来。但是后续的配套必须要出来，但国民党用四年期的24条送进来，我们是整党反对砍七天的。我在这里再重申一次，因为没有配套，所以本党全党反对砍七天。我们更负责是提出的配套，这一配套是什么呢？这一套刚才表决过24条，把工资一例一休的工资从0.33到1.33，也就是说2.33、2.66，让这个时候有一例一休，这要看到36条来，这是整个36条一例一休周休日，然后把工人加班的费用提高，这是第一个配套。那第二配套，当然全国放假一致，这全国放假一致就是你们所谓砍七天，因为总共增加13天砍七天，还是增加6天。另外还有特休假问题，第38条的特休假，我们今天从朝野协商还是在讲这个问题。我们上礼拜四提出了朝野协商，我们把特休假应该休息几天，我们要让特休假看得到吃得到。让特休假看到吃得到，因为特休假过去不管公务人员乃至于劳工都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负责任态度，不要一直抹黑。外面的学生怎么，外面的团体怎么讲，我没有意见。只要是立法委员也不把整个法案看清楚，然后抹黑。外面的团体是做运动的，做运动我们尊重，他打我都没有问题，我们是反动运动出身的。做运动的和立法院在这里要关乎700多个劳工，包括所有台湾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必须要很负责，不是要记把它记掉说砍七天假，实则多了6天，这要整个配套来看待。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要立法的话，当个立法委员，永远要面对任何时代的考验的。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看到时代谎言。我们不希望看到时代谎言，所以好，谢谢柯委员。那么所有登记发言都已经发言完毕，我们现在就进行处理。请问院会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现在继续处理第36条，请宣读行政院时代力量党团、亲民党党团委员吴志扬等16人提案条文及各委员党团所提修正。